台达电子呢和东海合作，来共同努力这个企业永续影响力联盟。这是因为呢，台达本身啊也是一个企业永续的一个支持者跟这个努力者。在东海大学呢，他们是在云创、乐林、生态还有环境等领域啊，成立一些跨领域的这个创新合作。其实我是东海大学我第一届毕业的，我想身为资讯系的第一届的这个校友的话呢，其实更感到高兴。学校里面呢，它其实是突破了传统啊，透过这个一些院系啊创新的实验计划。因为东海虽然是一个综合型的大学啊，它其实可以更全方位的啊来带动整个 AI 的推广。那第二个呢，我觉得东海大学的这个 AI 啊，它是兼具了知识跟产业实务经验的一些训练，它可以培养实作跟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它能够实现东海教育转化、产业升级。我想这两大愿景呢，都应该是非常具有前瞻性、非常好的东海的 AI 的特色。很多人啊都认为 AI 好像只是对科技产业啊相关的一些领域呢才会有影响力，其实不然啊。我们的产业的领导者呢，也更是啊会非常的着重心思放在 AI 上面。我们希望看看呢，如何透过 AI 呢，可以实现啊一些创新。东海大学跟这个国际的大厂呢，我也知道有非常多的合作。其实 AI 已经无所不在，不管你是文学院的、社会学院的、管理学院的，啊，那理工科的学院当然不用更不在话下，它其实都在你的生活边上。